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介绍乐高了。平常其实我买了很多的乐高，一个是自己玩，一个是给家里的小孩玩。但是，一般分享的呢，都是我觉得比较好的。比如说，就是现在这款60294，这款其实我们已经买回来有一段时间了，但玩了几天以后，发现可玩性非常强，而且 Oracle 也是爱不释手，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，所以今天就拍了这么一期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，看一看吧。好了，四个小伙伴已经出来了。Oracle 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是谁吧。那是马达车手，他是一会儿要登场的小丑，他是检测员，他是开一路卡车的司机。哦呦，那他们是不是一会儿要表演节目啊？对，他们俩不是表演节目的。哦，那我们换个场景开始节目吧。好啊。走，好了，现在场景我们已经搭建好啦。这个是刚才开了一路车的卡车司机，他现在好累，所以已经躺在水池子里面开始休息了。他还给自己准备了一小瓶饮料，哎呀，太滋润了。另外是我们的美女解说员，她正在准备给我们解说一场精彩的表演。表演是什么呢？给我们讲讲呗。我的车手一会儿要撞击靶子，另外一个靶子会把小丑撞到食人鱼的池子里。哎呦，那好危险哦！不过大家放心，它不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它带了鱼进池子，如果真掉进去的话，它可以拿鱼喂它们。当然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车上还准备了救生圈，可以用来救它。好吧，那这样我们再正式的用这个车来做一个表演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车才是精华，它有什么呀？它有一个惯力系统，只要我们在桌子上一滑，它就可以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然后一松手，它就可以跑啦。掉地板上，我的车手冲啊！哦耶！二位好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录到这儿，好好吗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再见喽，拜再拜。见，拜拜。嗯。对了，想起一件事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我留言哦。如果有留言，记得读给我听。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goodbye。